这首歌我没有很熟哎，我听一下开头，它上面打什么？我抓一下。我跟大家讲，这首歌有够难，光听开头它那个小碎点，我就觉得很可怕。这个短时间内绝对没办法抓出来啊，所以现在没办法抓出来。我们直接来听这首歌吧，我只能即兴的打给大家听了，好吗？希望大家会喜欢《残响散歌》。